我觉得主办方这边小看了对战方，对战方难打很多，没有这个医术，就说对战方大堂也没有选择去抢速度，就觉得主办方这边就是一个秒阵啊，根本就没有想着抢速度，他已经是对战方的意料之中，这把阵容没必要抢速度了，让这个大堂伤害加得更高一点，能切得动主办方这边的这种辅助，女儿轻轻点杀。南方这边是，哎，不是的，就是一把龙阵啊，龙阵，我还看错了，我还以为是国标。连上女儿村，看一下这把权力大堂。给我绿，给我绿。这伤害好高，看龙宫了，龙宫这个时候是没有看龙的，这龙腾点不死，我操，可以跟一把牛逼，我操，这个龙宫太没人性了，真的一把暴击教你做人，不需要看龙，38度，赶紧休息吧你！这把阵容真的被我算得死死的。他想着郑怀龙这么强，肯定要一打一把三风，对不对？不打三风没意思啊。其实我们打得狠一点，稍微打得狠一点，可以一个权力大堂开云阵啊，开云阵稍微打得狠一点。直接给他一把大克安排，真的，他绝对就是一把鸟，他只要开三风，他就是一把鸟，无所谓，就是干。我算死啊，神武没听我的呀、啊，对不对？我算死，我说咱就一把云就可以。神武整了一把龙阵，我没看懂，真的，他就是一把三风的，他打什么小菜鸡都是三风的。我真的搞不懂了，他觉得他三风是最稳的，吃准了他这个心理。来一把单风牛吹，就看这把大死亡给不给力了，还要点。把主要方这边的牛吹给按倒，有没有？来绿吧，这个龙龟染绿色也不能绿了吗？大堂好暴力，这一场龙龟暴力，大堂暴力，相对来说两风系三风系打两风系这种阵容的话相对于来说对方他有武装的话还是比较难打的。点赞的小伙伴呢，帮我点点赞好吗？帮我这个赞点一点。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呢，点点我的关注。怎么啦，顺风？龙贪龙戏。可气的是，对战方的女儿村现在是拿到了全场医术。这把 PK 的话，对战方有的玩。相对来说，主要方这边的这个三攻节奏就比较。如果想赢对战方，节奏就比较慢了。来，还是不给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起状态。一把横扫空切，叠了一把七煞。哪边是好人？对战方、啊。这把龙宫给对战给主要方这边吃的不要不要了，应该就是一个全魔龙啊，秒出这样的数据。对战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对战方更加女儿村要拉一只耐法出来，守一守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尸体，
对不对？打这种双峰啊，必须给他守一守。啊，出来是神马。我们是包知道他是个阵容的啊，古龙们肯定是大的超多的了。既然是出了双峰双输出这个阵容，肯定是知道他这个阵容的。真的算是国标他们不好打。速度抢到了吗？速度抢到了吗？喝酒谁快了现在？我们看一下谁快，对面的牛春是否一把笑脸。共军太狡猾，他只有一个阵容，他只有这么一个阵容跟中华路打啊，一把山峰，然后一把鸟，阵法他不会变。哎我操，直接封特技，牛逼！其实我觉得这一把的话，直接是给主要方这边的元素给笑了。有点可惜，但他没人出手。绿，其实我觉得啊，龙不如毒啊，说实话，上次我说，蛇无忧开了一把云阵，然后被克了，现在蛇无忧不敢开云了。一般他来说的话，他都是会开一把云阵，他开每一次开云阵都会被大克。他今天不开云阵了，开一把龙。然后这边的牛村和九流金青，这个龙宫就给我炸，全魔的，那这样的数据全魔的。再来给主安方这边一把效力吗？给主安方这边的女儿村一把效力就可以安排了，并且主安方这边没得说，一把效力结束。其实我觉得对战方更多，像现在来说更多于，我觉得是应该是要清掉主要方这边的宝宝，龙宫群犬就面上就行了。像主要方这边的这个龙龟二种龙龟是个祸害，直接清掉龙宫走面上，笑掉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就可以了。可以套一把主要方这边的这个大唐房点，来给你一手效力，这个塔刚刚上了啊，这把效力刚刚好。主战方这边也是看到了这个数字不足，但是主战方这边，我觉得主战方这边还是智商啊，我们不能攻击的，毕竟是五二零零，没有速度快喝酒，我没有搞得懂，速度没有人快还喝了个酒。兄弟们啊，紫薇解说帮我点个赞，谢谢啊。来，有 DP， 这回来招女风，为什么一定要招女风啊？胖哥老是想着招女风，胖哥想啥呢？胖哥。清掉主要方这边的龙龟，来走一把三飘的，三飘三中二，哇，主要方这边的武装很准，真的太准了，有点炫酷的，说实话。
以，这把防御 OK。女风不是女号，是女的操作，一个风景。像这样的话，太阳方的女儿村是没有愤怒的，比较尴尬。我觉得像现在的话，还是比较适合于清风啊，清风点杀，清风解开一个可以点杀了。武装的人你不开，然后是从来不中的。这波的话，双方的并砍还是比较随意一些啊。主战方这边两个猫头，哎，对战方是吧？两个雾头。来，一把清风解开法系，一手点杀，有没有？灵动走起，神马解法系，点一手，还是破血性无敌啊！沉得住气，不着急，能攻两秒就 OK。 其实这样打下去，软方这边很难受的，就一个大堂，少宝宝不一定能死，而且还会神，很尴尬。走一把三品，其实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可以不管她了，我感觉她是要一个起盾或者是出宠的，这女儿村绝对就是起盾，要么就出宠，可以封其他的啊，冰清啊，可以不管她。她38.6度。还是挺关心郑怀楼的战局的，这把点杀可以空切，目测是可以空切的。来，红草一把贴，我操，贴的话就说不准了，那说不准了，说不准了啊！法系不能出手的，机被控制了，点杀失败。耐法的话打的还是不是很多，主要方这边的女儿圈很有可能是带有这种法凝式的。那主要方这边的女儿圈直接是出神马抢一把速度，来一把三飘。这把三飘来说非常非常划算，哪怕是转方这边下法解开，对方很有可能是一把点过来，所以就应该转方这边有这个神马效果的时候，就应该点上转方这边的女儿村，神马解开继续出秒，要炸死他，我操，炸一把转方这边的女儿村就倒了，你还顶号呢。啊，这把被女儿村逃过了一劫，血量其实挺紧张的。转发这边的女儿村起盾，其实我觉得可以给转发这边的女儿村一把安排扎盾点，是吧？有盾他都得死。其实像这样的女儿村，他就是一张纸，能点。继续扫我觉得挺 OK 的，看对岸方有没有这个魄力了。对岸方这边是水星的一个风系，准备是封对岸方的输出的，这把应该是封对岸方的法系罗汉。哎呀，这把罗汉真的是也是没水了，继续点可以，
很符合我们解说的套路。现在郑怀龙是全民冠军，神武指挥啊，全民 PK 赛冠军神武。这把把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点掉实在是太漂亮了，让他拿神马出来抢不到速度，抢速度也没啥用。每一把都要控对方的法器很痛苦，兄弟不好意思，我们是戴了神木面具的，你继续照吧，真的你继续照，早就猜到你这兄弟是吧，要破卡了，请你照。其他这种多峰队伍的话，他打到后期没速度，或者是在这把喝酒尽兴无法避免，没有速度或者是没有没有这个伤害，对面伤害比较大的话，他会选择破卡。因为神马加了速度，对战方一把破卡照下去，这把照妖镜很骚，就给你一个警告，不要再破了，我有神木面具，我先撩你。是得主要方这边的神马差不多也是没有效果了，听听主要方这边的神马，龙宫群犬还是得走面伤。其实我觉得给龙宫上一个天地同兽猥琐发育吧，就是他妈无限的九转啦。怎么被引照你吗？还照我？来，对方的牛村一把金星，对方那边算的还是挺准的。来，看一下这把扎盾。套中咱们套杀有没有？来看一下有没有套杀。这把套杀的话相当的漂亮。好的，大死亡，大，可以，牛逼，贼舒服，真的。这不要太贪心，不要太坚持。现在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是很满足了，龙龟已经是立功，而且是一把群鸟秒杀的，就问你爽不爽。主要方这边的女村说实话这把盾被套掉啊，挺冤。这谁啊？对面是我们，关战粮了，应该是关战粮了啊。这是速剑是吧？基本上这场 PK 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把大死亡倒地。很 OK， 很哇塞。
再少一个单位，主战方这边其实大堂上一把就应该压对岸方大堂了，明明知道女儿村起盾是吧，应该压一把大堂血量。怎么起你的名字还要给广告费啊？你是要给点广告费吗？感谢星星送的么么哒，谢谢星星，谢谢啊。来段方直接是普通轮胎，零头也不拉了，再少一个。段方这边已经是形成一个五打四的局面，南姐老是说她的武装不准，武装不准，你就看看这一场稳不稳？怎么说啊，南姐？武装这个门派啊，其实很恶心，他准不准看心情，他准的时候可以让你吐血。他不准的时候可以让你微笑。女儿直接送喝酒，被举报了，真的，扣点妹，你这样被举报了啊！指定头像，对方的女儿村是把金星，主要方这边的任何单位没事干，只有是打防守。对方大堂是立有一本干将的。没有起盾的单位很有可能就是辅助全部起盾。其实把干将金青杀反驳就行。其实对战方是一个比较暴力的一个大堂，直接扫主要方这边大堂都不过分，把大堂按倒都不过分。无字队长，一把无字金，主战方这边好像是也是以攻为守的扫对战方大堂，五雷轰顶。我操，空切，没想到主要方这边是来这么一招。其实武装套这把如果是武装套的大堂的话超赚，队长跳来死亡，大死亡还有一回合，马上就可以拉女儿村了。就是不给你拉女儿村，不中。主战方的武装说实话还是挺准的，再出一把阳火，时候来说的话，对方如果是女儿村出一把虚弥，能把主要方这边的女儿村给虚死，那是大赚，真的是大赚，有套子。不过主要方这边女儿村好像是带着法方凝视，也不一定能虚得死，除非是虚一下连一下啊，抱一下，虚一下连一下抱一下。
就看对方的圆村怎么做须弥了。慢速宝宝拉起大唐，大唐先，我觉得对方大唐可以长驱了。啊，走须弥，没有卷发这边的女儿村快，再来一只，很牛逼，连一下，连一下，连一下。哎，对了，很舒服。对战方打得很稳啊，两只须弥被给转化这边安排，这把点灯给女儿村的，女儿村倒地直接点到大唐身上，给我炸，可以。孩子补拉的话，他要是有这个意思的话，还可以。但是对方也有一把意识长驱，很牛逼，就问你牛不牛逼。那主要方这边只是能抓住一个点的，那就是点杀对方大唐，没得想的。朱丹方没办法，只有靠大唐速度优势压对方大唐，等到压不住的时候，今天两个风很给力，说实话。并破碎手撕啊，并没有破碎压撕，亲宝宝的，直接一把补血点九幺方这边的补身，伤害很高，直接是横扫空间。我操！今天晚上打嗨打嗨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怎么低的话，都要给对战方的法系出手吧，水清一把法系吧，对不对？一定要把法系给出手来。哎，法器没中，就给我炸，把主要方这边的队长都炸死，不炸都死了，哎，不炸都死了。这个五行颠倒作用还是蛮大的，其实这个时候把转化这边大唐压到很划算，普通很忙，哎，转化这边普通站很忙，把大唐压倒，对战方的大唐将会通行无阻。两把效力，笑歪了吗？射两把效力。是一把暗大唐，像暗大唐的话，转化对战方就不要求着大唐出手了。
弹房，我操，高兴你躲避。主弹房这边的血量很成问题。基本上主弹房这边是凉了。再次前缘。本来这个天宫好像是要来我们区的，好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天宫啊？这就是在一起前年啊，在孵蛋的时候也很喜欢打三分，哎，他在孵蛋的时候也很喜欢打三分。说实话，三分还是对战方的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克三分的，只要女儿村能拿到分数。老钱，
来说，主要方这边就算是有支行也不好赢啊，啊，有支行也不好赢。基本上血量这个药啊，消耗的很多了。主要方这边吃的真的是稳稳的。现在说实话，不是吹牛逼，输赢只是时间的问题。精武天神一年一次，精武天神甲组发球就有发量成功，好像是发量成功。结束了啊！